好，看到没，这蜜蜂它又变异了，但是我们的狗狗还是一副欠揍的模样。好，玩归玩，但是这条狗我必须还是要救它，先画个圈试一试。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好，既然蜜蜂能射出飞镖，那我就把蜂窝给圈了，我多圈几层啊，像以前一样它就出不来了啊，这就问题。你哪来的？我是老六。好，这位有一位网友说，叫我先把狗狗圈起来，然后再在狗上面画一把刀，让它飞快的转起来，用刀来驱赶蜜蜂啊。我觉得啊，这确实有点不合理。喂，好，我觉得啊，现在单独把狗跟蜜蜂圈住，那基本上是没用了。那我就把它们两个都圈住，中间再用一条线连起来，这样蜜蜂就绝对进不了狗狗的身啊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靠谱。好，这是又要逼我用大招啊、原来是这样啊，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了啊，那我就按照他的方法来画啊，如果这回还过不去啊，那我真的是只能再见。